Ana. Thank you.
脑是你儿子弄的吗？没有，他有，他在旁边看。我说，他说哈、哦，他电脑，光是一个两百七，光是 CPU 那个显卡，靠，你知道花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一个 CPU 一万多，三十一万，那显卡很贵一些。啊，他两个加起来。